谁？明雄，明雄，明雄好像哦。我刚刚有跟你打招呼啊，你不是明雄吗？刚刚我还跟你聊天。好的，阿 K， 你是沙金，沙金奴，既然一起沙金奴，他是史丹利啦，沙金奴，对啦。然后我们有一次去外景，外景，因为我跟明雄比较熟，对啊，真的，我刚刚一直以为他是明雄在后台，真的，他就是明雄，你刚刚以为甚至你刚刚真的以为他是明雄在后台，还觉得他是明雄。哎，我第一次去上秀清姐的节目，他看到我说，啊，今天我发明雄哦，真的是，请两位揭开名牌，嘿。是，你是，哎呀，搞死搞错了，看不到明雄很伤心，对不对？没有啦，看到你比较伤心。对，这个这两位真的是，刚刚你们讲的故事都是真的，对不对？对，都是真的。对，我很无奈了。但对啊，你为什么不认识？就是你完全没有理他老婆，就对了。我根本不知道，我根本不知道他老婆，不知道他老婆长什么样子啊？对对对，叫我帮他拿水。我也不知道，为什么一个女的怎么有一个女的一直在旁边？对，你去拿水啊！对对，他以为遇到神经病，结果搞了半天是你老婆认错。对啊，就认错啊。嘿，有在外面也曾经遇到这样的状况。有啊有啊有啊，去玩的地方。我有一次去海边游泳啊，就是去冲浪。对，然后我想说那个浪还没来，我在那边等一下，然后就有那个救生员就过来就看到我，哎，然后我说。那我们也是礼貌性，哎，你好，你好。他说：“哇塞，哎，你应该常来游泳哦，史丹利，要不然怎么晒那么黑？”然后我就看他，我真的就出生就这么黑的，对，硬回答，硬回答，并没有解释。然后我就对对对，我常晒，谢谢你。对，你没有跟他说你不是。很尴尬，通常这种都不会解释，说不是超尴尬的，没办法解释，懒得解释，懒得解释，就认了，解释不完了。我之前在一个服装店也是一样，我在那边看衣服，看，然后有一个人跑过来说：“请问你是温升豪吗？”然后我们通常，想说：“哎，这个就观众也喜欢开开玩笑，知道我们常常在综艺节目都开玩笑。”我就说：“啊，对，对了，对了，我是温升豪，好，没事没事。”然后继续我在看衣服，他说：“他又过来，那可不可以？”跟我拍张照，然后帮我签名，问什么？签名就求了，签名就求。然后他就把那个就是笔记本拿出来给我，我就说你要我签温生豪吗？他说对啊，你不是温生豪吗？对啊。我说我不是温生豪，他说你就是，你不要装了，你不要装了，你就是，还转账给你，我对。然后我就说等一下，那你知不知道？你知道有人可能跟温升豪长得很像，但他不是温升豪。对，他说没有啊，你就是温升豪。对，谁像温升豪？对，阿天，我就写温升豪，然后给他自己妥协啦，真的，对，这是真的，对呀，是真的，这真的，我也傻了，我也遇到过，我也不相信啊，他就说他就硬咬死我，就说我是咬死你，他说你不是，我那个更离谱哦，餐厅。他送个水果过来，送个水果过来，给我盘子。他说怎么说你知道吗？他说谢元景老师，请你签名。谢元景，我哪里像谢元景老师？我有平头吗？谢老师只跟我一起录节目而已，什么谢元景？老师，你不要上个节目得罪这么多人。但是我跟谢老师很好 ，OK， 他能够就只要这样子。你现在不是在模仿张秀清吗？对啊。但是，我认真讲，我有跟你一样遭遇，我有被 Selina 的粉丝，他们那时候最红的时候，而且我那时候刚出道，外号叫小 Selina， 因为我会模仿她讲话。对。然后那时候我真的走在街上，被一群国中生围住，他们就说 Selina， 可以帮我签名吗？我真的很尴尬，就纸跟笔都嘟过来了。Selina， 哇，你本人好漂亮哦。然后我怎么办？我就签 Selina。哇塞，还本人很漂亮，没没办法，因为你当下哦，你有一种。想说，我到底要跟他讲事实，还是我要毁掉他一次美好的？而且你讲事实，他觉得你在客气，你在假装客气。你好像就是说，他说你回去以后，他想说我这一辈子再也不看温升豪的电视了。对，因为我遇到他，他居然跟我说他不是，对，讲不清哦。那你干脆就干脆装成他。不过今天最让人家傻眼的应该是邱医生，你们两个吓到，你们刚刚也吓到，吓到真的吓到。我们其实熟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我们十几年前就认识了。对，天哪，对，然后他还认不出来。刚我们在上厕所没有交错，然后我就哎，我因为我看到那个脚本是邱老师，就脑中就觉得这是邱老师，就是邱老师，对，完全没有想到是艾菲尔，对。然后刚揭晓的时候，然后我还拉住工作人员说：“所以那个是艾菲尔吗？”
真的傻眼，真的认不太出来，傻眼。哎，其实他们其实还是有像一个啦，就他刚刚讲到黄明志，对对对对，好像有一点点像，对不对？明志的照片，对对对，很像。来来来来来。对啊，所以我们是黄明志模仿大赛参赛者，好像哦。你们是三个明志啊，三明三明治，三明治，对啊，三明治，三明治。哎，对对对，有啦，就是胡子的造型啦，对，然后肤色稍微黝黑一点，轮廓也像。其实毛毛跟眼睛戴上去，哎呦，有吗？有吗？这边有毛，像了哦，就像了。而且我这个毛毛还是黄明志认证，哎，这边还有一个，因为太像，像到把毛毛送给我。啊真的啊，里面是毛毛，还有签名，黄明志的签名在这里，哎，好好玩哦。而且他说我长得很像他舅舅，舅舅，他家可能对他家族那个系列的，不是舅舅的版本，这样就很像了，好像，三明治，好像，我快笑死，哇哇，三明治哎，哇塞，新团体。不错不错不错，哎，像哎，好，那干脆今天一起来唱那个唱歌好，黄明志的歌。那刚刚他们都有唱，对对对，唱车站，你们要唱的是泰国情歌，好吧？哎，漂亮，对对对，唱一下唱一下。周一至周五晚间九点，中天综合台，同学来了。你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了吗？我想和你分享一个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很关键的理由。有中天，有真相，只有中天不畏权势，敢说真话。请立刻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， 和我们一起说真话，守护台湾。多一个下载，就多一份力量。